台东杯促会与文化部共同合作，推动109年原住民村落文化发展计划。美哉比努尤玛雅唱自己的歌，要透过影音记录的方式采集卑南族传统歌谣。族人希望能将部落优美的旋律完整呈现。现在其实运用影像声音的记录其实越来越普遍了，那大家其实可能手边的设备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也常讲说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记录，可以更方便大家可能来学习来使用。杯促会表示，原村计划美哉比努尤玛雅唱自己的歌今年已执行第3年，希望运用影像记录方式将长者们的文化智慧完整的备份，并在卑南族各部落分享影片采集成果，而族人们也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，希望有这方面的技术的能够来多来这个部落录影我们的这个歌谣。那透过网络，透过这样的影片，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种的歌曲，不论是古谣或者一般歌谣。也许我们透过这样的计划，让我们更多青年世代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后，也愿意来投入这样子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做。越多的人来投入，也许我们是不是能够追赶得上我们这些老人家凋零的速度。杯促会表示，希望政府能挹注更多资源协助部落文化保存，也期待更多年轻族人加入学习行列，让卑南族传统音乐文化延续下去。原视新闻，我们调改的台东卑南采访报道。